田雨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张老师家，你有时间吗？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张老师住在哪儿？他住在中山路800号，5号楼301室。谁呀？是张老师吗？是你们啊，快进来。请坐。张老师，您家真漂亮，客厅真大。谢谢，来，我带你们看看。这是书房。哇，书真多。这是厨房。今天你们就在老师家吃饭吧。谢谢张老师。不客气。这是我的卧室，旁边是孩子的卧室，卧室的对面是卫生间。